孩子的奥利奥，学会开放平台开发，躺着就把钱挣了。大家好，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各个应用平台，那么这一节课开始，我们将要进入应用的开发，那我们将以实例的形式对大家进行讲解。但如果基础薄弱的同学可以看一看高老师的视频教程，那看到基础部分就可以。啊，视频的下载地址就是兄弟连的官方网站，那么大家可以去找一找。那么今天我们将要开发一个比较简单的应用，那名字就是生肖计算器。通过用户输入他的出生年份，然后计算出他的生肖，那用到的知识 HTML CSS 还有 PHP 的一些字符的运算处理。那么那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素材，比如说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么这是生肖的图片，然后两个按钮，查询重置，还有一个标题的背景。那么按照百度的开发应用的一个要求，我们做应用之前先要规划一下页面，比如说页面的宽度啊是540像素，而高度不能超过550，应用的整个界面要相对于浏览器要绝对居中。那么这是应用的一个基本的布局，那么页面设计那么就边做边写，当然没有专门的设计的漂亮，大家可以优化一下。那么好，我们先到环境下新建一个文件夹，生肖，然后建立一个放图片的 IMG 的文件夹，打开，然后把素材全放进来，然后退出来。我们新建一个页面，当然这个应用非常简单，我们用一个页面嵌入所有代码就可以了，然后编辑它。那开发应用首先要加一个 DT 地头，那为了各个浏览器的兼容问题，那 OK 加好了，然后是主体标签，那改一下标题，生肖查询，那首先我们用 DIV 命名一个 class 为 KNR，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页面的最外部分，然后我们需要有个标题，那是 TIT， 那么标题的下面就是页面的输入部分和显示部分，那么我们给命名为 MAN， 然后又包括了两部分，一个是输入框要输入年份的，那么 INPU 就好了，简写一下。然后还需要一个显示结果的，根据你处理的结果显示出生肖的图片，当然也可以显示汉字 RES 结果。那么好了，这是一个主体结构。那么首先我们写一下
它的样式直接也嵌入的写。那么首先让页面的内容居中，然后去掉浏览器默认的编剧，那么用星号啊，先去掉编剧 MARGN0， 然后所有的样式我们自己写，然后KNR， 那这是一个居中，那么习惯我还加一个内编剧的居中，然后需要设置宽度。540像素，然后是我们的标题，那我们加个标题，那就是12生肖查询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那现在是应该是非常不好看。那12生肖查询，那么我们可以这样，首先在标题我们让它显示一个背景图，就是这个图，那么加它的样式，那 BACKGROUND URL是在当前目录下的 IMG 目录下的，我们看一下 TIT.PNG， 然后让它不重复，No repeat， 然后需要给加一个高度40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背景图片有了，但是高度好像矮了，没有显示全，那么我们可以再加一点，一会儿可以再调整50，哎，这回差不多。然后让标题来靠在这条线上，并且前面有个缩进，内编剧 Heading Top 20像素，也20像素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下来了，然后设一下字体 Font， 加粗12磅，然后设一下字体的颜色，再我们看一下，那字体的颜色我们要统一，那么用哪个？用这条线的颜色。那这条线的颜色现在我们不知道，那么需要用到一个工具，那我这里有个小工具，那么可以屏幕颜色选择，比如说这条线再往上一点，再往上一像素， OK，那么它的颜色是 026EA3， 那么我们再加个颜色，026EA3，那么看一下，哎 ，OK， 没问题，12生肖查询，然后继续写。那么我打算的布局，那是左面是输入框，右面显示生肖的图片，那么继续写。
比如说这里，那输入 IMP， 那就是 IMPUT 的简写。啊，先做个放表单。那提交到本页，不往其他页跳转了。然后提交方式，啊，我们用 POST 的。那么，首先一个输入框，text， 完了加个 name， 那这是输入年的 year， 那就是年。然后我们给它加一个样式 class， 那么就是in text， 那么看一下样式有没有了，来，有了这么个框。那么我们再做一下它的样式 in text， 那么我们先设个宽度，宽度，那么我们设一个250像素，然后高度，那么设一个25像素，那看到了，但是我们也想让它缩进一下，啊，我们再定义一下，让它整体缩进，因为我们还有个按钮。那输入的，比如说我们让它followed left， 然后再加个宽度，那么280/300。px， 咱们来看一下，然后 margin left， 我们也让20像素，没有问题了。当然感觉离上面太近了，那我们可以再让它 MRZIN 这个样子好一点。那么是这一个，另外我让它边框延续下来，把所有的内容都包括起来，那么就需要它的在外层，那这里 MIN 主要的，那么我们再加一个，也让它浮动起来，如果不浮动会出问题，那一会儿可以演示一下，如果不浮动会出什么问题。然后颜色，那颜色我们要和上面统一，继续用一下我们屏幕取色，哎，和它一样 A9C9D0， 那么这个颜色我们看一下，那看一下，现在是宽度不够，那么再加个宽度。那这一点有要注意一下，这里设540会有问题，来看一下什么问题。哎，要比上面的宽一点，要比上面的宽一点，
而且和上边标题有个缝隙，这个缝隙是哪来的？因为上面的图片它是高了点儿，那么我需要改动一下。那么我们这里改一下，45就好了，不行再改。然后宽度也有问题，它宽一块儿，那538。来，缝隙还有一点，那么再调小一点，再调低5像素。来，这回行了，但是上边这个多了一条线，多了一条线，那么我们要让它不显示，怎么办？那么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只设置边框的左右下就可以。那么改一下。Left，A9C9D0，把它们下1像素 SOLID 实现A9C9D0，那么我看一下。来，没问题了。然后，现在下面的边线挨在一起了，但是我们现在不管，一会儿再调。然后缺少按钮，提交按钮，那么再加上按钮。那么这个按钮我们准备好图片了，所以说它的类型我们要设置一下。我们用图片类型。然后，src 图片的连接，当前目录下的 img 目录下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有个提交 subnet，还有一个重置 reset。subnet.gif，那再加个重置。RESET，但这样不行，还缺个 name。SUBMIT，RESET，那么看一下。查询，重置，重置。管用，重置。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是没有，然后看一下我们还需要做个什么？比如说这里最好给用户一个提示，那让他提示输入一个年份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加一个，出生年，如2000年，想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哎，有这个了，但是还不方便，用户需要把它删除才能去掉。那么我们只需要加了一个简单的代码，一个事件。它的值，那么看一下，当点击的时候，它的值就为空。需要刷新一下，哎，好用了，没问题了。那么是这一个，
然后我们需要在右面显示图片，就是处理结果。那么我们这块要处理一下提交过来的结果，那么嵌入 P4P 代码。那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，那判断 if 是否用户提交了，我们先把提交过来的数据命名一个变量，post 过来的 YEAR， 是否用户提交了？那如果他提交了，我们要继续判断，并且提交过来的数，我们定义一个时间段。啊，比如说 YEAER， 它要大于往前推100年，就是1902，啊，并且 YEAER 要小于往后再推100年，2112年。然后这两个条件我们让它优先，如果不是 ELSE， 那么我们给一个提示信息，啊，输出请输入正确的出生年份。那么我们试一下，刷新一下。那么现在是请输入正确的年份，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1800，那1000没有判断出来啊，18880都不对。那么看一下这条件，如果设置了年，并且年大于1902，并且小于，哎，好像是对了。那么我们用这里输出一个字符串来测试一下。那一，只要正确，它都会2012，来都没问题了。那说明进来了。那么我们输入个不正确的100，哎，没有出去，没有出去。我看一下为什么没有出去，这是或者的关系，那这是或者，这是并且。if set year， 100 200，还有问题，我们再看一下。还是这个条件问题，是否设置了年份，并且年份大于1902，或者小于2112，啊，这里错了，这里也得是并且的关系。我们再试一下，100 200 2012。100，啊，
没问题。那么继续写。那么如果正确了，我们这块不是要让它输出，是要它判断。那么生肖计算我们应该怎么判断？那比如说生肖有12个，都是一圈一圈循环着进行的，然后根据年份，那么如果说年份和12取余，那么肯定也是一个循环的。那0123456789101，那么肯定是这个数，然后再循环。那么根据这一个，我们就应该能判断出来，到底是哪一个生肖。比如说，我们命名一个生肖，它等于 Dolph Y E A R。啊，和12取余，那么我们看一下，比如说今年是2012年，2012，那是8，取余是8，然后今年是什么年？啊，1982。那是2，那么2又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1983，三，1984，四，1985，1985，那么肯定是5，1986，啊，1999，那么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一个数。比如说，我们拿今年确定2012，那么它的取余，它的余数是8，然后对应今年的年份，那么今年我已经把它顺序改好了，那么8你看一下，龙年是8.PNG，那么这就很简单了，我们只需要用余数来表示这个图片的名字。那就可以输出来啊，比如说我们试一下，啊，我再让它嵌入一层，那 src 等于。那么到这里，当前目录下的 img 里的，比如说0.png，我们设置一个，就是180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是个猴，我们再改成。一，哎，鸡，再改一下，二，狗，然后三，猪，哎，这样，那我们怎么把余数给用到这里？那刚才我们输的那余数，哎，它也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那么很简单，我们只要把这里替换一下，换成 PHP，输出生肖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到底行不行？龙，我说。1980年，猴，1981年，鸡，1982年，狗，1983年，猪，1984年，2012年，龙，2013年，蛇，
好像是对的。那么我们只需要再把它美化一下，来，我们应用就要做完了。比如说这里离得太近，那么我们只需要，我看一看两个标签 port np 加个样式，这儿的 CLASS BUN 按钮，那这也加一个一样就行， CLASS BUN按钮，然后加个 BUN 的样式，比如说离上面太近，那么就加 MARZIN TOP 15像素，看一下，哎，15像素，然后发现如果我们再往这边靠一点会不会更好，那么测试一下 MARZIN LEFT left 的，然后15像素，哎，15像素，然后我发现这个图片太大了，我把缩小一点，那这一个，那我们直接在这里就给缩成150，哎，缩小一圈，那么还大一点吗？那也不大了，其实这样感觉挺好，当然页面啊，审美观念好的那自己可以再做一下。那比如说这个图片光秃秃，那么我们再修饰一下，来，我给套个标签DIV 就是生肖 IMG， 生肖 IMG， 我给它加个边框，比如说边框 BORDER EPX YID 实现，然后颜色和上面一样，A9C9D0 A9C9D0 没看出来，那它没有宽度高度，这个是150，那我要的170，再加个高度，那也170，看一下，还是没有变化啊，生肖 IMG。生肖 IMG， IMG， 然后啊，让它浮动起来，看一下是不是挡在后面了，哎，浮动起来有了，就是被挡在后面了，在这呀，1981 1982 1983 1984 1985
1986，哎，好像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我感觉这个边框离下边的边线又太近了。那么这个也好办，我们只需要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有个 RES 结果，让它 RES 没写了。那么 RES 我们加一个 RES。MERZINBOTTOM 十 PX，直接加到这。F，来10px，当然这里又显得有点空了。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上一个介绍，来写上一个介绍，当然也可以不写。那么我们生肖计算器，那代码部分自己写的。我们已经写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提交给百度，还需要做两件事，比如说监控代码，比如说高度自适应。那么监控代码，我记得我的文档里应该是给过大家，可叫，那第一节课。看我这代码里，给你们写没写？啊，没有写。那么监控代码也非常简单，我看看，这是监控文件，这是监控代码，大家看一下。那么监控代码就这么多东西，那直接复制就好了。只需要改动一个地方，那放到 body 体的，放在这个位置，啊，这个初始高度我们要改一下，啊，要接近你应用的最小高度，也可以等于，但是不要大于，啊，大家就要记住这一点。然后这个是连接到百度的监控服务器。那么，这个是百度给做好的接口，这是高度的自适应，然后还有一个监控文件，那么就是这一个复制过来，一点也不需要大家改动，粘贴，那这就没问题了。那么监控文件是什么内容？那么它就这16个字符，那还是注释掉的，当然它的内容是状态 OK。那是告诉百度的监控服务器，我现在可以访问，没有问题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属性，16字节。那么，如果你发现你的监控文件不是16字节，那么就错了，即使多了一个空格也不行，必须是16字节大小。那如果你发现了你的监控文件的变得不对了。要么你自己写一遍也很简单，要么用我给提供的这一个复制过去就行，一点不需要改动。那么这样我们的第一个应用就写完了，当然页面不是很漂亮。那么这节课我们通过写这个应用，那是想告诉大家，做一个应用。并不一定需要很高深的技术，比如这一个用的 PHP 的才几句话，几句代码就可以实现的，啊，也没需要用到数据库。那么这就是一个应用，
当然，其他的计算也都可以做，或者说其他的展示的。那么大家就需要开动自己的脑筋，看一下怎么去做这个应用。那么这堂课我们先到这里，下一节课我们说一下应用的提交，就是把这堂课写的应用提交给百度，啊，也提交给其他的地方，都是没问题的。那么好了，谢谢大家，下一课我们再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来生再学 PAP。 生当作人杰，死亦学 PAP。 垂死病重惊坐起，今天还要学 PAP。 少壮不学 PAP， 老大徒伤悲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就说我在学 PHP。 春眠不觉晓，处处学 PHP。 在听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学吸收 PHP。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正在学 PHP。